前的位置是在光复，好可爱哦。农地在右手边，这一颗槟榔哈是戒指，差点跌倒。有种葱啊，后面的甘蔗、草花桂被虫吃的差不多的高丽菜，还有后面的甘蔗哈，货柜屋不是哦，货柜屋前面这边。一直到这个石头堆这里齁，斜过去甘蔗以及旁边的青菜，好，这一块一样是没有人继承齁，所以国三署拿出来拍卖。好，我去飞飞机。